晚上好，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我们眼皮慢慢地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周或者眼皮，轻松地闭起来。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现在我们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我们今天开始静坐之前，先假设看看，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入到放松的空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我们现在正在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都是无际无边的。坐在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念头与挂碍全部都放下来。我们的心通常会往外去执着外在的人事物，执着到一段时间，我们的心就会感到疲倦、劳累，有些时候感觉很欢喜，有些时候感到悲伤难过，就这样起起伏伏。我们现在就让心休息一下，方法就是我们要先把那些念头放下来，让心起起伏伏的念头，也就好比我们用手拿着一个重重的东西，拿到一段时间，我们的手就会感到酸酸麻麻，我们应该把那个重重的东西放下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啊，我们就把那些重重的念头全部都放下来。当我们懂得放下，我们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放松。当我们懂得放下，我们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放松。现在哪一位还有很多杂念出现的话，
หลวงพ่อทั้งจริงเจนอีกลัวอีกฟังฝาว่ามันคือจะเสียคันๆ现在自己将要准备离开人世间在这个时刻是我们要完全放下现在去担心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帮助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人世间还在世的人他们也可以继续生活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抛开一切放下所有静定无他然后我们就开始以最轻松最舒服的坐姿来打坐我们现在先不管我们的坐姿一定要达到标准或者一定要把庄园都没有现在我们先以轻松失败为主轻松失败为主失败这是包含了最少三个意思在里面有轻松舒服有慢慢来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就先以轻松失败为主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把它放轻松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我们的颈部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直到我们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尤其是我们的背部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
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的手怎么放，脚怎么摆，也都无所谓，都没有关系。我们能够这样静静地坐。舒舒服服的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然后我们再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身体的上半身会稍微膨胀，气的终点也直接到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就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全部都排出来，感觉轻松、sabai。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我们的心先安放在舒服点那里。我们感觉哪里舒服，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那个地方，在身体外面也好，在身体里面也好，或者在身体的中央点也好。都可以哈。现在，我们先让我们的心在舒服点那里休息。舒服，最起码的就是我们感觉把心放在这里，虽然还没有达到100%的舒服。但是我们觉得把心放在这里都没有勉强的，这样就可以。当我们的心轻轻地碰触舒服点的时候，感觉就是那么轻，那么柔，也就像羽毛。从空中慢慢地飘下来，轻轻地碰触水面上，感觉就是那么轻，那么柔。我们的心在这里休息。失败，失败的休息。如果我们能够让心完全宁静定下来的话，心会自然而然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所以现在我们就先让心在舒服点这里休息一下。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
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แต่สู้นำมาเจียจะจะชิงต้าเจียก็จะเลียนสีอีเชีย
经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的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毗卢遮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婆祖师、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ญ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ะระหันตานัญ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ฆังปันธามิสัพพะโสสัพพะ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ะ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ะ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ตุเต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三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想过，诶，我应该修什么功德，我才会得到很大的功德？啊，有关这一点，那么必要先解释之前呢，必先跟大家分享老奶奶的故事。当老奶奶还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
刚刚建立法身寺，那个时候我们寺院有请外面的小朋友来帮忙种树，然后就给他们一点点钱，那些小朋友来种树呢，那个时候有四个人，当老奶奶走经过他们的时候，就问这些小朋友，问第一个小朋友说，当你正在种树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就回答说，当我正在种树的时候啊，我就想说，这棵树不要死啊，死了我会被缚住什么？怕被龙婆他打骂。然后老奶奶又继续往前走，看到第二个小朋友。第二个小朋友是说，我种树的时候啊，我就想说，这棵树不要死了，如果死的话，我还要再回来再种一次，太累了，不要不要。老奶奶就继续往前走，问第三个小朋友。第三个小朋友是说：“我希望我种的这棵树能够长大，给人家清凉的感觉。”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孩子不错哦。然后老奶奶就问第四个小朋友：“那你呢？你在想什么？”他又说：“我就想说这棵树啊，我希望它能够长大。谁经过这棵树的时候呢，就想在树下静坐，感觉很舒服，也可以让他们很快的增入内在法身。大家听这四个小朋友的答案，你们有没有发现，每个小朋友都一样得到一点点钱啊？但是，他们得到的功德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功德看成工作，那个是功德不多；但是如果我们把工作看成功德，或者把功德看成功德，那个就是很大的功德。龙毕正在讲的就是法喜的心。当我们修什么功德，我们做什么工作，感觉很法喜，那个就是大功德。大家，我比上个礼拜天，就是昨天呢，去参加桃园法身寺的功德一法会。当天呢，我们都很法喜，多么法喜！我比有影片要跟大家分享啊，我们一起来看影片啊。วันนั้นที่เลยผ่านมาโชคชะตาให้เราเจอกันและเวลานั้นพาให้ฉันได้มาเจอบุญทูนั้นปลื้มใจไม่เบาเขามาทำให้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สุขจริงแท้ทุกครั้งที่ฉันได้นึกถึงบุญก่อใจฉันมีแต่บุญมีแต่บุญเท่านั้นในสมองมันมีแต่บุญแม้ผ่านไปเนิ่นนานจะไม่ลบไม่เลือนจากใจเมื่อได้ทำไปปลื้มใจทั้งนั้นไม่มีอะไรมาแทนที่บุญในใจฉันภาพบุญยิ่งชัดเจนเหมือนเดิมทุกอย่างภาพบุญยิ่งชัดและ
จะรู้ว่าปลื้มแค่ไหนบุญเท่านั้นช่างแสนสุขใจเธอยังจำได้อยู่ใช่ไหมภาพบุญเก่าๆอยากให้รู้ว่าฉันสุขใจไม่ลืมเลยปลื้มตลอดไปและอยากรู้ว่าเธอนึกถึงบุญบ้า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พราะใจฉันมีแต่บุญมีแต่บุญเท่านั้นในสมองมันมีแต่บุญแม้ผ่านไปเนิ่นนานจะไม่ลบไม่เลือนจากใจเมื่อได้ทำไปปลื้มใจทั้งนั้นไม่มีอะไรมาแทนที่บุญในใจฉันถ้าบุญยิ่งชัดเจนเงินเดิมทุกอย่างชัดเจนทุกบุญที่ผ่านดุจแดนสวรรค์ได้มาเจอให้ได้มาพบเจอดินแดนสุขแสนยาวนานภาพบุญทุกงานยิ่งคงจดจำ很发喜啊，尤其是今年的居士的主席呀、啊，大家，他自己呢，每一年都看到其他居士当功德一法会的主席，他在心里面就想说，我一生啊，想做一次当功德一法会的主席，所以他就发愿，然后他就慢慢的，准备这个功德金啊。今年就如愿圆满，他很发喜，大家发喜到流眼泪啊！我们也替他感动啊！我们也很发喜啊！今晚我们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明晚见。